一鼻冷塞哦。一鼻，嘿，嘿，早啊，要出去了啊！今天带你出去玩啊，出发台中。今天呢要出发到台中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跟生小孩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几乎已经快一年多没有出去旅游了啊，所以啊电哦我都忘记了，那个带小孩出门呢比较麻烦，因为全副武装哦，浴盆都带了，然后那个推车，那个几挂婴儿用品，然后还有小行李箱啊，然后这个是我的行李箱，啊下。Happy， 等一下要喝奶了哦。今天要出去玩呢啊，人生第一次出去玩呢，来去找阿公。阿公，阿公在讲电话。阿公呢？阿公的呢？阿公的，嗯。Joey，乖乖哈，知吧？哎，要问你阿呆，哎，身份，熟门熟路啊，慢小吧，大家讲。小峰，这波人。哈哈哈哈。我们要出发啊！我们现在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呢，终于来到我们的不得不哥他们的传说中的塑身酒庄了。啊，我岳父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是没有约我岳父岳母一起来，但是，他们好像还没到。Happy， 哎呦，想哭哦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那个宝乐园的奥莱，然后这个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从去年那个林奈奈怀孕生小孩到现在，我们算是第一次有一种出来的感觉。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呢，以往你看到我们两个出场就是在日本，或者是在一些很荒唐的场合，那有多荒唐啊！但是呢，今天我们非常亲子。抓音呢，那个大宝宝，我们今天来就是台湾的这个叫什么报复性的小旅行啊，对，对，然后我们先来吃个饭啊，蛋姐要去酒庄哦，那刚刚我们片头看到那个酒庄这样子，参观一下那个酿酒过程，我们先吃饭，好，超饿，岳父岳母到了，来快点阿妈哦，交手，哦，看到了温野菜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午吃这个温野菜 ，Nina 订的。然后呢，看到一个非常让我心痛的画面，看这太便宜了，但是我开车不能喝酒，可惜。
饱到有点往生，超饱。Happy，Happy， 你手上也吃饱了哦。那这边大概再逛一下啊，我去厕所一下。我可以放假久呀。看逛一下，等一下要去速成酒庄。因为我们刚刚用餐有喝酒，所以呢，我岳父带我们去酒庄，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任性啊！感谢岳父的体谅。OK， 这边是我不知道多久没来了，我上一次来还是马拉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啊，现在都已经快四十岁了。那个时候还有这个，那时候还没有摩天轮，应该好像还没有摩天轮。以前看到摩天轮是剑湖山，对，好酷哦，超热。哎呦，我们现在进来了，来到我们传说中的酒厂哎，各位，一进来你们会看到那个，这个是橡木桶吗？它是橡木桶吗？好酷哦！这个是什么啊？好，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好了。啊，这个我们细看一下呢，这里面是应该是葡萄，这是葡萄吗？对啊，在发酵，感觉很像那种我们去吃热炒店腌好的那种为了咸辣哦，咸辣。哎，这边他们榨汁在上面。那个。这个是橡木桶吗？对啊。有听到声音吗？有，而且它现场果汁进来了。它这个是我们榨汁机，当红榨汁机，全台湾最大牌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大，好的，我看到。看一下吧。啊。哎呀。我们的教授，教授，好，教授，我看一下，阿玲在加很慢的呀。你在这边试喝过酒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它上面这个是怎么看？这个是2018年的纯酒嘛，然后一期是什么意思？他在做直播吗？没有，他在一期做直播。没有，他不在一期做直播。对，那是2018年，他还是可以自由。他放，他就会剩半桶。大概要4-5年的。哎，刚才英文怎样 ？Golden 什么？是 Muscat Cat。Muscat，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什么，金香葡萄。哦，听不？好，然后，这一边呢，你会看到就是在一个酒庄其实呢，简单讲，你在一个酒庄里面呢，除了有这种橡木桶以外，每一个各行各业都会有自己的美感。比如说我们在电影开机之前会先拜拜，对，不然你记忆卡不见的话，就怕被骂，那就不一样。对，在这边呢，他们依然是会准备的，像这一种真功劳灾情的哦。不是，放心，从酿的，例如说第一年到第五年，它的熟程度不一样。哦，其实这个感觉像什么？就是如果你没有常常尿尿的话，你积了一个晚上，可能就会这么浓。不是，那鸡儿大家多喝水，多喝水会越来越淡。那为什么妹一讲来变奇怪啊？但是他蛮健康的，他没什么泡，泡比较少。所以你们这个一桶那都要等多久？像2015年那个，通常红酒的话是要几年才喝是多？大概会等到5年。它是这边是葡萄酒，对，它要等它熟成，然后它会蒸发嘛。才会慢慢颜色变由浅变深这样然后就是还是要多喝水来，对。然后这边就是像这个就是黑厚的Black Queen 那我会，
黑后，好吧，黑后。五年呢？五年，那不就是我们 Happy 幼稚园大班的？他就好了。哦，又等到他大班就好。对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原酒吗？对对对。他原酒是什么意思？他是。没有啊，它是蒸馏的，蒸馏的，但是也是葡萄蒸馏的。对啊，因为它的功法不同啊，例如说我们有什么发酵中断之后再加一个烈酒进去，加烈酒。它烈酒是什么？高粱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白葡萄，一样都是葡萄。哦，好。它这边上面留下来的就是什么？传说中的原汁。我们马上来品尝一下现榨的葡萄原汁。有点像在乳牛挤奶的感觉。对 ，OK。哦，我懂你的感觉了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这真的就是我酸啊，很沉很紧的那个感觉，很像我妈那种爱文芒果刚弄完，然后直接打成冰沙那种感觉。看它这个是直接是原汁哦，它可以喝到皮的味道哎，皮的味道，对，它可以喝到皮的味道哎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去除果胶之后沉淀下来的葡萄汁。那我们刚刚喝的是还有带果胶的，我们是原汁。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澈的？我现在吸上一个，有那个。啊，吸个放来啊。哦，冰的，超爽。你知道现在多热吗？觉得没什么酸味跟苦味。它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很像人家帮你把葡萄皮扒掉，再去榨汁是吗？然后帮你把葡萄肉咬一咬，然后跟你为什么跟你这么恶心？跟你拉筋，然后吐给你。我是没有这个经验呐。但是它这个去胶完以后呢，真的没有皮味。但是，我个人觉得那个皮味的蛮好喝的。你，这个是葡萄酒的酒精哦。哦，你帮我拍一个线头吧，录影。干这个，这闻起来很干哦，你这有点像是把 XO 放在你的手中哎，好奢侈哦。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那个。他们葡萄酒园，这个是那种红酒的。对。我们平常呢，在我们的直播里面看，都是哦呦，超酷，超酷，真的哎哎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在树上的葡萄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太熟吗？这是天然的葡萄干。哦，它一定很甜吧？这可以直接吃吗？没有，其实很多人误会葡萄一定是甜的，其实做酒的葡萄一定要有酸度。哦，不过酸的葡萄做不出葡萄酒。OK，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我是晋级的巨人，我可以抓酸民来酿酒吗？可以哦，因为是它也够酸。OK， 那我大概啊，你想尝试一下味道是 OK 的，它可以直接把可以直接拔起来吃，现在都已经熟了。好，那我就可以哦，可以。啊你之前有讲，你说在最底部是最甜的吗？对。最下面那一颗是最甜的吗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哦，这个、哦、啊，这个这个不太一样。好好好，我吃这个。为什么你蹲起来蹲下来，我有点酸酸的？好，这个他说在最底部的部分的那个是最甜的。
肉是甜的，皮但是皮是酸的。那你刚刚说那个这个葡萄干是可以吃的吗？这个？哎、欸，因为你没有没葡萄干是需要用糖去。对，但是它可以吃吗？它可以啊，只是不好吃。你只吃到干掉的肉。酸了，嗯，这是葡萄干哎、欸，它就是葡萄干、欸，它没有水分的葡萄，但是也不甜啊，但是它有，它反而有一个香味而已啦，它很像你真的在吃的葡萄干，只是它没有那么软，那么糖，对对对 对，但是呢，吃起来就是葡萄干。然后我们可以进去找有没有漏网的这个白葡萄，白的话会更甜，就是绿色的。真的，等一下会不会下雨啊？现在呢，就要回去那个力宝乐园呢，跟女生跟老婆们会合了。啊、哦，舒服。好、啊。他一个看我今日摇头，你是安那跑个咧上啊？没错啊。他在养了哦。啊。有冷气的世界就是爽。我先把这个 Happy 的以往我们开箱呢，旅馆这样一开箱起，新哦，我看，有婴儿床哎，对，那帮我们不用 Happy 有婴儿床哎，好可爱啊，身份不同就是不一样，哇，好酷哦，还不错哎，这个床很大，然后出去就是整个台湾大道，哦，拜拜。你们发现你儿子不见了吗？你爸不是推走吗？对啊，包包就好了。哦，所以你把 Happy 丢在你爸妈那边。哎、欸，这个你要不要带你的房卡？没有，哦，要去看一下是不是？要跟我、啊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我妈妈是五年，对不对？去找一下我儿子。妈妈，在事务所里。阿旺叫你家哦。没有，他妈妈只是来拿东西啊，小孩要丢这边。跟拿我的那个。我发现有婴儿床哎。干嘛？你在这边就好了，还是你要来婴儿床？啊。这是婴儿床哦。不是，我房就有一个木头的婴儿床。真的吗？然后你们的门店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他拿房卡。哦，有。然后你在这边。哎呀，谢谢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好好。他马上就在。房卡来，来，你要什么？不知道晚上会不会自己睡婴儿床，然后要睡到我。来 ，Happy， 那帮你用的。对呀、啊。哇 ，Happy 来，试一下。老板的床，老板。老板。老板。你的婴儿床，婴儿床。你要睡。还是一起帮你用掉啊？啊，一起手接掉啊。
好嘞，安尼好。这样，安尼好。要不你，要不你手烤袂袂。哇！赞哦！我喜欢。赞哦！哥哥。哔哔哔哔哔哔哔。我们稍微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房间的状况啊，然后呢，再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浴室。哇，浴室光很美哦，不错哦 ，Happy， 你看到镜子里面，你看有个帅哥呢 ，Happy， 因为 Happy 看到我的那个相机的荧幕，哇，你看到自己的，你看到了哦，哇，看到自己的哦，是不是跟爸爸一样帅？但是没办法，我们这都是帅哥，都是帅哥，嗯。基本上哦，有小孩以后呢，我们来饭店其实真的完全都是不一样 的感觉了哦。以往我们来了两个人而已，所以呢随便丢着躺着，现在没办法，还有一个，然后呢还要带着他的专属的那个月亮澡盆，然后还有一台他的小推车，啊，休息一下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呀。好累呀、啊！啊，下啊！他是因为吹到那个风吧？对呀、啊，对。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哇！你有翻那些秃头，小秃头，秃头，你又在翻。你这个小秃头。小兔塔来，小兔塔，小兔塔看电视哦。好棒呢，很赞哦，小兔塔。妈妈。怎么样？加油，加油！加油加油 ，Happy 加油！啊，太累了，头很重哦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，好棒哦 ，Happy 好棒！才稍稍舒缓塞车状况，好呀。以一方正来说，一方公。晚上要来吃饭了。收这个，好好好 ，Happy 跟阿公一起哈，爸爸帮你收车。晚上呢，跟凯文哥约好，我们要来吃饭饭。我们上同一台车。好，好，车子我收。哎呦，我们的凯文哥啦，哎呀，爹在爹呢啊，在爹在爹。做爸爸，做爸爸。啊，是啊、哦。哎呀，来来，我尊敬我的秘诀。哦，凯文哥就是和蔼可亲，你看。两个家长名家，阿林，两个家长名不在。哎，阿林家这边啊。这边我妈。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林，海龙啊，海龙海路。啊，停啊，停啊！看人家睡着了。嗯。啊，我们今天晚上海文哥约我们来吃这个。哦，我一定要吃这个。吃鸡头，哇，这个超新鲜的。好吃！祝我们的那个
梁先生梁公嘉明呢，在远北方、哦、北方，你可以感受得到，我都没有讲。又愉快，开心愉快，海龙哥揪的啦。我们吃完了，超饱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凯文哥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非常感谢我们凯文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马赛克？我怕给梁振明看到。你刚刚讲他坏话，我有偷录。没有，梁振明他人超好的，好不好？I love you, 梁嘉明。OK, 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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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. I love you, 北湖。Kimmy, 到饭店了哦。好，晚上呢，带 Happy， 我们去那个 Seven 买一些喝的。我要放一些东西，太重了。买一些喝的，那再回来帮你洗澡澡哈。Happy。要洗澡了呢，嗯，洗澡，嘿嘿，嗯，好，第一次在外面洗澡呢，啊，第一次在外面洗澡呢，嗯，啊，好期待吗？有期待吗？嗯，小可爱。你有带手机吗？没有，我只带在隔壁、啊。你赶快去拿。哦，好。那爸爸打给你。你按门铃呢？多五五。妈妈，你站在这边看，这边好角度。Happy 人生第一次在外面洗澡啊、哦。嗯。多五五。Happy。这边有一个很重的尿味。特别带澡盆呢。嗯。可可可。嗯你喜欢洗澡了、哦、给他看你可爱的姐姐，这样这样，妈妈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你也高兴呢。哎、欸，你忙你啊！你夹夹那个浴巾，帅呢。嗯，不要吃浴巾。白泡泡，油咪咪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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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嘴巴对到嘴巴对到。第一次自己在外面喝奶呢哈。第一次出体验，万能妮娜帮我们用 Uber Eats 还是 Foodpanda？ Uber Eats， 人生第一次叫外送，点了这个什么？那个宵夜，我们点了盐牛，什么呢？焦牛，这个是那个什么牛肉吗？都是肉哎、欸，好爽、啊。缺可乐啊，冰箱好像有可乐，你喝完了对不对？烧早的时候就喝完。啊！对，像我这一开始。啊。每天叫他开冰，还是我都送菜米给他，每天他都在家里。还不错，但比起这个好多少次，现在比较想睡觉。